古代时期，第二王朝。第二王朝或埃及法老的第二王朝，从公元前2890年到2700年，与第一王朝一起构成太古时期的一部分。第一王朝和第二王朝之间没有明显的断裂。有一些证据表明，在这一时期，上埃及和下埃及之间实现了和平，这反映在其第一个国王的名字上 Hattusajmwy， 其名字的意思是两个国家处于和平状态。第二王朝标志着太古时期或天朝时期的结束。这个王朝的特点是在中央集权组织的基础上加强绝对权力，并更多的使用文字，这将导致官僚主义的增加，并作为一种控制权力的机制。孟菲斯城成为乌内格和色内德领导的北方王国的首都。有迹象表明，提尼斯和孟菲斯这两个城市之间存在着竞争危机，这在佩里布森的石碑上有所反映。瑟特的名字取代了荷鲁斯的名字。第二王朝的国王与努比亚人有冲突，但在王朝末期，他们成功地与卡塞克穆伊一起平定了该国北部地区。在这个王朝的初期，政治和文化的重点更多是在下埃及，法老们被埋葬在萨卡拉，这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的时期，一些法老只在下埃及得到承认。王朝二的法老们 Hattusajmwy 是埃及第二王朝的第一位法老，于公元前2890年至2862年在位。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两国和平，这似乎表明下埃及和上埃及之间的斗争已经结束。他被认为是第二王朝的开创者，但不确定他与前一个王朝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因为人们认为他不是卡阿的儿子。 Hattusajmwy 有可能是通过与一位公主结婚而登上王位的。他在位后，第一王朝的铜铭碑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圆柱形的印章印，这提供了官员的姓名，但没有关于政治或宗教事件的信息。据信，赫特普瑟杰穆伊是被他自己的兄弟组织的阴谋赶下王位的。那不尔霍瑞呢，是埃及第二王朝的第二位法老，他于公元前2862年至2823年在位。在他的统治期间，孟菲斯的牛 Apis、 赫利奥波利斯的 Nevis 和门德斯的公羊被认为是神。现在已经知道，对阿皮斯牛的崇拜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王朝的初期。孟菲斯是古埃及帝国的首都，也是下埃及的代名词。它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南部，在下埃及和上埃及之间的地区。赫利奥波利斯是下埃及的一个重要城市，该城位于开罗市的东北部，今天的机场附近，离尼罗河西岸稍远，有一条运河与之相连，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的一座古埃及城市，与现代的 Tel El Ruba 或 Tel El Rabi 相对应。 Nanchir 是埃及第二王朝的第三位法老，他于公元前2823年至2788年在位。巴勒莫石碑提到了许多宗教节日的庆祝活动，人口普查和牲畜的普查每两年一次。他继续执行由其前任发起的向国家北部移动的政策，以此来巩固第一任法老梅内斯所进行的统一。在这个统治时期，立法规定妇女可以行使皇室权力。Anak 或 Uadnas 是埃及第二王朝的第四位法老，从公元前2788年到2780年。他的名字出现在阿比多斯的皇家名单和萨卡拉的皇家名单中，他的头衔也出现在萨卡拉阶梯金字塔的地下储藏室中发现的一些器皿上。色内迪、色内迪或色内德是埃及第二王朝的第五位法老，他在这几年间统治，公元前2780年至2769年，
阿比多斯的皇家名单称他为塞内迪。在萨卡拉的皇家名单中，他被列为塞内迪。塞内迪死后，埃及不再由一个法老统治。内夫卡拉，或称瑟内夫尔卡，是埃及第二王朝的第六位法老，从公元前2769年到2764年。他的荷鲁斯名字可能是瑟内费卡，他只从埃及皇家名录和铭文中的参考资料中得知，在萨卡拉的一座坟墓中的器皿上发现了塞内费卡的名字。这位法老享有极高的人气。内菲尔卡斯卡，奈菲尔卡索卡是埃及第二王朝的统治者，他在公元前2764年至2756年统治。他的名字出现在萨卡拉的皇家名单和都灵的皇家法典中，他可能是一个只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统治的统治者。胡迪法，胡迪法是埃及第二王朝的一位统治者，他在公元前2756年至2754年统治，他的名字出现在萨卡拉的皇家名单和都灵的皇家法典中，介于奈菲尔卡索卡和贾西杰木伊之间，他可能是一个只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进行统治的长老。阿哈梅帕尔梅特是埃及第二王朝的一位法老，他统治的年代公元前2754年至2744年。瑟赫米布有可能与以荷鲁斯·佩里布森为名的国王相同，他是一位统治者，由于未知的原因，也许是宗教原因，他在统治时把自己的名字从荷鲁斯改成了荷鲁斯。他以荷鲁斯·塞杰米布的名字登上王位，但后来改名为瑟特·佩里布森，也许是因为埃及北方对南方的叛乱。人们认为他离开了孟菲斯，瑟特代表上埃及，荷鲁斯是下埃及的保护者，并将自己重新葬在南方的阿比多斯，回到了被他的前辈打破的传统。可能在这个时候权力被分割，当代国王统治将上埃及和下埃及分开。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你们好，我叫 Sekhmet Pyramid， 埃及第二王朝的法老，在公元前2754年至2744年统治。瑟赫米布有可能与以荷鲁斯·佩里布森为名的国王相同，他是一个统治者，不知道为什么在统治时改了名字，也许是出于宗教原因，也可能是埃及北部对南部的叛乱造成的结果。他以荷鲁斯·塞杰米布的名字登上王位，但后来改成瑟特·佩里布森。人们认为他离开了孟菲斯，因为塞特代表上埃及，而荷鲁斯是下埃及的保护者。根据早期的传统，他被埋葬在南方的阿比多斯，回到了被其前辈打破的传统。可能在这个时候权力被分割，当代国王统治将上埃及和下埃及分开。卡塞克姆可能是埃及太古时期第二王朝的法老，在公元前2734年至2727年统治。他的名字荷鲁斯被发现刻在一块石碑碎片上，该石碑保存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许多学者认为 Kisjam 在国家统一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 Kisjamwi， 作为一个不同的称号，是在民族和解后采用的，而民族和解因南方的叛乱而变得岌岌可危。卡西赫穆伊是第二王朝的最后一位法老，也是埃及太古时期的最后一位法老，或称天子时期。他从公元前2727年到2700年统治。他在阿比多斯的皇家名单中被列为戴利尔，在萨卡拉的皇家名单中被引为比比。他被认为是两帝埃及在他统治下的统一者，在佩里布森统治后被分割。他平息了北部诺莫斯的叛乱，
并通过与下埃及的公主内玛萨皮的联络，巩固了他在整个领土上的权力。据认为，在统一国家的过程中，他将自己的名字从 Kisjem 改为 Kisjemwi， 作为民族和解后采用的不同称号，而民族和解因南方的叛乱而变得岌岌可危。 Kosikinwi 将首都迁至该国南部的 Hierakonpolis， 这是埃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该城市进行统治。他重申了民族主义情绪，并重新建立了荷鲁斯的崇拜，同时也建立了瑟特的崇拜。在 Kosikinwi 时代，在 Hierakonpolis 建造了气势恢宏的 Nijin 围墙。 Kosikinwi 的建筑群是一个巨大的结构，被称为 Shunet El-Zibib 建库，位于沙漠中，距离它的坟墓2公里。这是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结构，面积为123×64米，土坯墙厚5米，高20米，装饰成宫殿的外墙，墙的大部分仍然存在，大约有5000年历史。它的埋葬地是阿比多斯的乌姆埃尔卡布墓园的5号墓。这座墓比它的前辈们的墓大得多，墓是用石头建造的，这是第一座这样的墓。更多关于历史、神话、艺术和深刻反思的视频，请访问我的频道全面历史。下一个视频，古代帝国第3王朝。